腿用力，爸爸教你这个点，呼呼一下就过来了哈。我这是快三个月了，让他自己努力一下，他就着急地说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方言，最后终于是翻过去了。不要再提头，不要再提头，啊，妈，我不想说我的答案。就喂到中间吧，他就突然来了一句啊，我饱了。完事之后了，试探着给他喂了一口，完事就不张嘴了，我就不给喂了。起来吃饭哦，饿不饿呀？饿吗？咦，饿了直接来吃，听见没有？哦，我这说在给他吃奶啊，我这怎么喂的吃奶？没有啊。当时应该是6个月11-12天吧，我们当然希望他是聪明的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凑巧吧。